掌握的是我知道了，那个老师他讲这个十个十级，老师讲啊，我不是很有钱的人呢，你不要以为我很有钱呢，我是很节省的啊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脑啦、上网啦什么啊，就是说介绍屋子啦，介绍人家租房啦、买卖屋子啦啊，赚的钱累积下来咯，放在银行咯，生利息咯，就这样而已嘛，我也没有做生意啊。宝宝，你现在累积，你打算捐多少钱出来？我现在都全部交给律师了啊。多少钱？我知道。不知道啊，就是律师，你不要怕的，钱交代是，但他有开收据给我，现在我没有收据，我哪里要怎么多少？我可讲不出来。你捐钱的目的是做什么？做法教，就是做要帮这些贫穷的孩子。你以前也是这样子帮忙的啦，啊，以前的他们那个校长都知道，那个二校三校三校那边的校长，我带一个孩子去，他从医保下来，他的家长是癌症的，也是很辛苦了，我带他去转校，那么去到那边买那个书，那个校长就讲，哎呀，这个钱一定是你太出的了，我就送他回去喽。但是他在哪里我不知道。这样婆婆你也是有捐钱给新纪元哈？有，宽中也有啊，这个宽中也有啊，南方学院也有啊，南方学院种一棵树10000块啊，我主动打电话去的，没有人来找我，我看到报纸啊，我就打电话叫王神记过来，捐1000块，10000块。你捐了多少钱给新纪元？一棵树啊，不是啊，新纪元，新纪元。就是现款，就是那间118000咯。啊，接下来的是直接过名给他这个店和我住的屋子咯。现在这间屋子不是我的，是去年给我住的。